圣经上记载，人是上帝创造的，人的美和丑和上帝的心情有极大的关系。接着为您介绍的，大家公认她是一位在上帝极端兴奋的心情之下创造的一位美女，我们欢迎陆小芬。您大哥好。你好，我们大家公认陆小芬有一副非常动人的身材，同时也有一双明亮照人的大眼睛，经常会看得男人心神不宁，坐立难安。这什么？不必紧张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只要有美女的来临，他们都会胡作非为，乱七八糟。也有例外的。例外？哎，那还叫男人吗？很多华侨都特别喜爱台湾的名胜，可是大家公认最具有代表性也是华侨朋友最喜爱的名胜，那就是什么？陆小芬。我是名胜？那你不就是成了古迹了吗？古迹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华侨都认为你这个光头脑袋是最像具有300年历史的什么安平古堡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美丽迷人的女人很容易就会点燃男人心中的一团烈火。今天郁金香又来了一位点火的女人，我们欢迎陆小芬小姐。只要有陆小芬的地方，所有的男人他们看了以后都会意识朦胧，天摇地动。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可是你已经没机会了。我没机会。你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我还听说你跟你老婆感情颇好的，还有几个共同点。你说我和我老婆有共同点，我承认，不过我们两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共同同一天结婚。你好可爱啊。可是我已经不能爱了，如果你要是随便爱的话，我和我老婆又会增加了一个共同点，同一天离婚。电线杆，车子四轮朝两边。